一方面是市民所需要的生活物资，另一方面对于疫情防控过程中对时间要求比较紧的物资，我们可以做到高效地完成运输任务。我们因为洪山区现在运输不方便，就会向解放军求助，由解放军来帮我们运送这些物资，我们非常的感谢。